就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。这天呢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两个剧组呢分别在两个地点拍摄。我们看到的这是金店饭店，一群人呢即将要爬上的是天台上的水塔。没错，各位，这可是搏命的演出啊！在完全没有护栏的状况之下，真的，你只要多跨一步，鬼狼都下来啦！哦，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，大家真的辛苦啦。远处的警笛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，哇，下去，小心点，很热血，小心点，不要了。哎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他们在101那边的设定，他们那个101谁？他们101拍烟火那些人哦，光圈大概 5.6， ISO 大概400到800，那录影的，然后那个白平衡大概3600。我们的第二剧组群呢，来到的是更接近101的松琴路。也就是我们的阿多瓦交谈的秘密基地啦。前面 stand by， 因为我们要跟前制作人，怕待会太多人来这个秘密的景点哦。我们的摄影大哥正奋不顾身的看景，你看看他脚底下。你等一下，其实他是在发呆。哦，看一下这个镜画面，嗯，超漂亮的地方。哇，都是哇。没想到现在有紧急状况发生，小米阿多瓦跟我们说，竟然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拍啦，因为我们没有跟大楼管理员做事先的登记。楼下那个位置啊，这下是被安诺嘞。那这边的点可能没办法拍啦。碰呐！光正老师不要那么生气嘛。从刚刚的20楼天堂一下子掉到了，这也不算地狱了，这边还蛮温暖的。没错，我们到了44南村。说实在的，在这里人味多足了，大家的拍摄其实也十分的顺利和快乐呢。林金现在在蕊最后一个镜头，最后15分钟喽。感言哦，上了这一船，好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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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拍这个短片。那还蛮累的，说实在的，不过很开心。除了演员啊、导演跟很多摄影师，其实真的都很辛苦。然后每一个画面都是很多摄影机同时在拍，真的。大家都很辛苦，然后也希望就是拍出来的结果是大家都会很喜欢的。嗯，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，那没有玩过这种东西，那希望以后也还有机会可以再来玩这个东西，真的很棒，赞。今天呢，谢谢 DC View 呢给我们这个机会呢，大家呢英雄好汉呢共聚一堂，乱乱拍一通，啊，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作品呢，啊，给大家呈现，啊，那也能够希望这样能够带动呢大家呢一起来拍这个的风气。